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谭一天，来自 SDT 娱乐，擅长舞蹈和说唱，爱好是玩滑板、看电影，还有看漫画。我的 MBTI 是 ISFP， 但它正在像我的舞台一样，慢慢的变异中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粤语的绕口令：一猫一根鸡，一猫一根龟，究竟系鸡贵过龟，定系龟贵过鸡呢？一蚊一隻龜，七蚊一隻雞。我話雞貴過龜，佢話龜貴過雞。咁究竟係雞貴過龜定係龜貴過雞呢？接下來在亞洲超星團的節目中，我作為一個 I 人，會盡力展示更多 E 的驚喜。哦，還有，你知唔知你同天上嘅星星有咩區別？星星係天上，而你喺我心裏邊，請為我點亮愛心吧。請多多為我助力吧，謝謝。